Sartis. This is my phone. USB cable. USB. Okay. Music. DSP。Hi Siri， 发短信要发给谁？胡乐乐。你想说些什么？我在测试 CarPlay。 你给胡乐乐的信息内容是我在测试 CarPlay， 可以发送了吗？不发送。好的，取消发送。 Hi Siri，我要打电话。你要给谁打电话？胡乐乐。正在呼叫胡乐乐。Hi Siri， 去深圳北。好的，一个可能的地方是致远中路28号的深圳北站。Hi Siri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深圳市当前晴，气温22度，预计从下午开始会局部多云。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，气温从22度下降到17度。OK。城市里过得很压抑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。 OK。
OK。卡 info， OK， 卡 info， 黑呀。Music USB SD
radio. Hi, 这个目标就是所爱和给予爱的。嗯，你看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家庭，他对，嗯，他，嗯，所爱，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发现呢，人在做了父母之后啊，嗯，他会真的跟那些没有做父母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。对，那种全心全意的去给予爱的过程，让他们觉得自己特别的棒，嗯，然后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。对，嗯，那么除了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之外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恋人之间的这种情感。其实恋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，嗯，也很重要，因为就像我们说的，你在和别人相处的模式当中，你就更加懂得自己，嗯，而且呢，你也会学会去体谅。第四代一班的超威，把三一七工科研究所全部淘汰了，模式已经形成了，嗯，你可能不会觉得，OK， tablet， USB， here， USB。Hi Siri， 去深圳呗。Hi Siri， 去深圳呗。我发现有一个可能的地方是致远中路28号的深圳北站。开始规划前往深圳北站的路线。OK。带领北五路朝西南前行，然后在道路尽头右转，进入凤凰复原街。OK，Thank you。